陈小春呢日就喺澳门开 show， 太太应采儿好友郑希儿同女女梁浸浸，仲有张耀扬都有现身捧场，但系就唔见小小春 Jasper 出现。因为佢第一次去睇成都嘅时候，喺间嗰啲 VIP 房啊，咁我老婆今日嚟啊，佢话：咦，爹哋今晚 show 啊 ，yeah， 要唱歌？吓，即系佢上次第一次成都，佢喺间房噶啦，几长啊？两个钟啊？吓 ，no V time， 即系冇咗去厕所时间，因为上次冇取厕所时间。No， I don't want to go。咁佢话佢。咁一班好兄弟呢日又会唔会现身做嘉宾呢？会啊，打对台啊！依件佢喺美国嗰个咩赌场，我哋喺澳门打对台咯，睇下点。另外提到最近内地就传出会推行限同令，好有可能会令爸爸去哪儿新一季冇得同观众见面，小春又会唔会觉得可惜呢？呢啲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情况啊，咁或者系个政策或者其他嘢，可唔可惜？我觉得我仔OK 咗噶啦，因为佢去过一啲佢学校入边啲同学可能未去过嘅地方，咁佢都感受过好多呢咁嘅嘢。我覺得對於佢嚟講，佢已經係得著咗好多嘅，多過於你話播呢、這個，我唔知道。